我们看这一题，它一物体哦，静止于斜面上，如这个图，则斜面呢施以物体的力的方向为何呢？这物体它现在受了几个力呢？受了两个力啊，一个是重力，一个是斜面给它的重力啊。斜面给它的重力我们叫 F 好了，加上的话，加上重力是 mg 啊，这个等于零。所以哈 ，F 是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负的 mg 啊。哦，负的 mg 呢，所以是往上的，因为 mg 往下，所以呢，它的这个斜面给它的重力是往上，所以答案应该是选 A 啊。事实上的话哈，斜面呢给这物体的重力哦，包括什么呢？包括那个摩擦力啊，还有包括正向力，这两个力哈，事实上就是斜面哈。给这物体重力的两个分力了，这两个力，分力加起来的话是向上，所以答案应该是选 A 了。A 的话是向上。